那是我们到了这个求助人发这个生鲜超市这，看毛孩在不在。哎，你好，刚刚有小狗看到了吗，大哥？啊。没了。你家的？不是我家的，有人求助让我来救助吗？啊，小狗好像不在这儿了。哎呦，这个刚才水果摊走了，这个阿姨说她知道在哪，正领我们去呢。哪个阿姨？啊，对，这个小狗狗，哎呦，找到它了。哎呦，得赶紧看病啊，大哥。喝点水，喝点。石大太去买肠去了。哎，我上石大太，人说那你一个人这么大条狗，你这啊，早上那个有个女的，有个女士7点多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只毛孩不知道被谁扔，这不应该被谁扔的。说在这一抖一抖，应该有病了。对，哥，你能帮我拿一下他吗？谢谢哥。哦，我带他去医院了，你们放心吧。你别给扔了就行。我不可能扔了，我给带他去医院。不让他自生自灭。那这小狗我们救走了，现在是这样的，你看，他不知道被谁染的，浑身是颜色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狗吗？可以给它评论区。我不知道它像什么狗狗。看这个毛孩这哭的，这流都绿眼泪了。谁给染的色啊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知道，差点没出院了，完了要我们给拿的。谢谢你阿姨，谢谢哥啊，我带去医院了，谢谢你们。太好了，找到了。留一个吗？好像。哎。最近救的被抛弃的毛孩很多，等他们的故事慢慢给大家讲吧。最近救的毛孩有被扔在江边的斗牛，腿被压坏的二哈，哎，还有黑弟弟，都是被抛弃的。那这个可怜小家伙不知道被谁弄的，哎，我想我们去医院。大家能不能看到？现在我们还上车了，你看这个小狗流的是绿眼泪。我来救你个宝贝儿啊，别怕，晒太阳了吧，晒了是不是？可怜的小家伙，哎，估计又犬瘟伤神经了。他眼睛从来外面不让冒绿的，这狗瘟引起的，这大似乎，然后犬瘟会引起的，有时候都会瞎。你看做了一下冠状，细小，犬瘟是肯定有了，是不是从来不？对，它跟已经抽出这样似的。抽出是犬瘟后期的，啊，不疼，宝贝儿不疼。但琉璃大姐说还是，不抛弃，不想放弃，给你希望。希望你能坚持下来，宝贝儿。给你起名小太阳吧，宝宝。希望你能像太阳一般。起名小太阳，象征着希望、生命和力量。加油，宝贝儿！你一定会好过来的。小太阳治疗到第3天，咋样啊？说他现在精神还行，精神状态挺好。嗯。打针淘气吗？不老实。不老实。小美丽。